我给他取名为大明星的一天，非常的大明星。Hello。草莓。应该是我得说俩，包包跟皮带。包包的话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穿搭让你的穿搭更加完整，然后皮带的话不仅可以放在裤子上，还可以放在腰上，就是可以收腰的一个效果。白色，还是白色，就是说那个里面是蓝色短袖，外面是蓝色大衣，戴着墨镜的那一套，就是说我给它取名为大明星的一天，非常的大明星，很乐意挑战。最近的话一直是在学习跟工作中，想要尝试的事情可能往后搁置一下。好，拔速，好。再一个就是我当时自己做的衣服，然后这是我自己做的第一件衣服，就现在都在掉毛，掉的满地都是毛。然后它衣服上就是有很闪的，就很多细节，然后当时也是自己画了图，就非常的喜欢，在我这儿应该就是收藏馆级别的。我不辛苦，你们辛苦，拜拜。